但今天其实好多时候我在想，如果就一个年轻人，他大学毕业，或者是他放弃了买房子这件事儿的话，他其实挺容易活下来的。 就像日本地狱，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我没那么高的欲望，行不行？哎，最近他一说这个，我想起来，我最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要不说可能上岁数了哈。哎，我觉得我以后不努力挣钱了，就是说差不多就行了。因为呢，哎，我看哈，比如说我的有些个已经发财了的朋友哈，他们已经从老板们竞争的战场上退下来了，喝喝茶，焚焚香，对吧？ 那么他们说的就是说，我觉得人应该知足了，我已经很多钱了。当然，我也不能完全说无欲了，对吧？我现在要是能够再有一个几百平米的一个工作室啊，放我的收藏，那我就没有别的需求了。哎，我听到这个，后来我想我自己，我说，哎呀，我也觉得我应该知足了。 但是我要是能够再有个这个30平米的储物室，可以放一些我的杂物，就没别的要求了。后来我就在往下想，我就发现了一个骗局，就是说，不管你挣到什么程度上的人，当然咱说贫困线以下，联合国公认贫困线以下的，那就为了生存而挣扎，这个没得说啊。但是往往满足一些中等收入以上的人呢，其实你发现没有，你的焦虑、你的欲望，给你带来的心理感受啊，差不多。 那么我就觉得，哎，那我何必要挣到他那么多钱呢？不外乎就是他要个几百平米，我要个几十平米嘛。那反正到时候我也会有所不满，今天也会有所不满。你们这个，但是就这么着，停住了，就停住了嘛，不也可以吗？当然可以啊。 所以为什么你刚才不是一直讲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吗？他审视完了才觉得不值得。问题是，而且，我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就是说，凡多挣1分钱，自由就丧失1分。当然啊，真的，这是一个你自己跟社会的交易。而且这种审视是应该要深入到自己的欲望的。对，节欲啊，因为人的欲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消费，我们说我们都有很多消费的欲望，但消费是什么？消费。 其实，在某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文化行为，而不是一个满足物质的一个行为。因为比如说，你买一个这个香，买一个这个什么，你其实不是为了那个香嘛，你是为了那个符号意义嘛。比如说，你为什么买一个车，这个车换了个标，又为什么值了那么贵？这都是符号意义。所以这种欲望是不会停止的，它是会不断继续的。假如比如说，比如说讲收藏，我自己最切身的例子就是，我以前也很喜欢收藏书啊。 我买一堆书，然后也讲究版本啊，这个那个。我小时候也集过邮，我一堆这种事情，但后来我全都放弃掉。就我发现这我收藏这干嘛呢？那这包括我现在书其实都买的比以前少多了，那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些东西我不会看得完的。然后我为了什么要拥有它们？这种拥有的欲望本身，其实是值得被反省的，是可以放弃的，是可以被改造的。哎。 所以你看这个，咱们这么聊下来，就发现人呐，真是太多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就是都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活法是不是自己要的。然后你看剩下的，其实圣贤们早给我们找出办法来了，契约社会嘛，对吧？唯一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契约吧。咱也甭说你的理想，我的理想。 咱们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值上能达到平衡，咱们就签这个契约。但是当然，这个又有最开头说的那个问题了。我不愿意加班，给你签个契约，你也不能让他加班。你让他加班，那我又不高兴了。有拒绝的权利，你不能说只说有契约，太不像话。你看。 违反古训，孔子、孟子就讲过“人不996，死而后已”。所有的欲望，可能你说的都能放弃，有一种欲望最难放弃，就是改变世界。我觉得你跟大老板的区别在于，你的欲望是可以放弃的，而改变世界的欲望是最难放弃的。啊，对，我非常敬佩他们，我非常敬佩他们，他们改变世界，我享受他们改变的。欧洲有些城市啊，不一定是大城市，小城市啊，甚至一个社区。 它有一个规条，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法律，是说哦，在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开店哈，你要继续营业是要罚款的，是要缴额外的税的啊。用这些法规来增加你剥削员工的，甚至你剥削自己都不行了。对，我开个。华人在那边开个洗衣店，我喜欢礼拜天营业，你们不营业你的事，我营业啊、哦，那不行的。或者说他行，你付额外的税，那你就会选择休息了。我不能我开了没有用啊，我赚的钱不够。那另外一个呢，除了法规啊，还有经济运作上面哈，给你增加你开 OT 的成本以外呢，还有一个是什么？那种价值观，你的融入感，就是那个羞耻啊，整个群体、整个小区看不起你啊。看不起你那这家人呢、啊？你这个店啊，这个也有时候也可以跟公司制度是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华尔街也是个如狼似虎的地方，那些交易员通宵也是很正常。可是你看很多的大的投行啊，有些国际投行，他们是公司很明确规定，至少比如说平常996或者11、71就也就算了，但他们会有明确的规定，当你在休假的时候，我见过很多投行，很多包括4大会计师行都是这样，你在休假的时候。公司不准跟你发邮件，公司任何人不准发邮件，你打邮件回来他们也不理，就是你放假是纯放假，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很慎重的？比如说你跟那些人打交道，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就要放假，他这个不是只是客气说你找我有困难怎么样，而是真的就告诉你那段时间我什么都不接。那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是说你公司是做得到的，哪怕是美国已经算很劳动力很高很勤快的一个地方，他都能做到。但是很奇怪，就像家辉刚才说的，你说在欧洲，我真的就见过那种例子太多，尤其南欧、太平洋北岸那些地方，一些游客们去度假的城市，你知道那些欧洲城市，就像你刚才讲巴黎那个情况，其实他们像什么呢？我感觉其实像80年代的中国，你回想80年代中国也是那样的。我那时候作为香港人，我到内地印象最深的就是五点多6点多，这个百货公司。那个友谊商店或者什么商城，啊，一到点是响的吧，全部人欢呼。你本来也是要买东西，他就不理你了。胜利大逃亡了，大逃亡的那个阶段啊。然后呢，后来呢，现在才变成这样。然后我们说到南欧那些地方的华人啊，移民家庭，我真的见过这种例子。整个城市什么店都不开，星期天，人家的规定就是这样，人家社会规则就这样，就他开店，他开店，你说他要交罚款。或者交多点税，他照交，为什么呢？他觉得赚得回来，怎么赚呢？他本来是开洗衣店，我星期天的时候，我不只是洗衣店，我还是个杂货店，我啥生意都做了。星期天就只有我开门，那任何人来，而且是游客，而且现在是华人游客多嘛，不是中国人多嘛，都去帮衬，所以他赚得更多。然后最后呢，有些地方闹得很矛盾的。然后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看到大家网上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反应都是为什么？不是说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加班赚钱，而是去问为什么那些欧洲人这么懒惰，你为什么这么懒？所以呢，我也听很多欧洲人跟我讲过，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么贪？他不讲这么勤。我这么多年，比如说我这么多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读书是个工作，你想快不快乐？写作、做节目、跟人沟通，我做的这些事情都在追求我的理想的实现，所以我一直很快乐。但问题是什么？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你们的理想加总起来是不是能够合在一块？或者说你的这种理想跟你的员工是同样的理想吗？你是要洗脑他们呢，还是说你的员工本来进来当初也就是有同一个理想呢，还是怎么样？我同意现在很多互联网大佬讲的，如果你员工抱着热情、抱着理想实现自我，这个讲法其实没有错。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讲的是他们自己。我相信那几个大佬。都是真的是有理想的，他觉得他再累，他觉得很快乐，因为他在实现自己理想。但问题就在于你的员工呢？假如你不是为理想，那很坦白讲，那就是你在出卖劳动力来获得报酬嘛。我不晓得你说的是谁哈，那些大佬，那可是后来他们也有所补充了哈。他们说那个他说的当然不是制度啊，他也觉得说。不应该是制度啊，也不可能是制度，是违法违规的嘛啊。另外，纯粹就的商业来说呢，他说也是不行的，行不通的。因为当你这样的话啊，这样来剥削劳工的话，他们会跳槽嘛。我们谈了，我刚强调说，不要忘记有剥削这回事，还有不要忘记哈，现在的美好在于什么呢？有一个叫做 market 市场。有市场，你可以跳槽。他说你这样要人家996，你不可能留住人才啊，那你企业一定失败啊！啊，所以说，他强调的是你的热情吧，啊，完全人。但讲到这个市场是被几家垄断的呢？对啊，没错啊，所以然后大家都这么干呢，这市场的健康的问题啊。对，他有些这个成功人士啊，我特别能理解，好比说富一代，对吧？哎，你说这个人，这个发财了，对吧？绝对有凭运气的，但是呢，老实讲，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一个。 我见过的每一个发了财的，都能给你讲出一本血泪史啊！不是，他是比你走运，还比你勤奋。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他有过人的财富，他必有过人的代价。那么你想，像这样的一个父亲，一个富一代，当他见到他的孩子说：“哎，我不想加班，我不想努力奋斗。”那么你。 他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吗？他肯定，他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产物啊。你要想像我这样成功，孩子，怎么可能不付出血的代价呢？对吧？他就这样说。那么，可是这就像有些父亲很难来理解这个孩子，说你怎么学艺术，是吧？那玩意儿将来能当饭吃吗？ 对吧？那里面可能文涛有个性别问题，因为你刚举例说父亲哈，我也经常会反省。你说什么审视，已经审视的人生，我也经常审视自己哈。他说，因为我就是那种父亲，我一听到我女儿说找工作，我就皱起眉头了，因为我觉得太辛苦了，每天要工作这么长时间这样哈，不值得。 那生命就应该要来享受。所谓享受，不一定吃喝玩乐、看韩剧哈。他从事到文学的创作、艺术的欣赏哈。那可是我就会问自己：假如今天那个不是女儿呢，是儿子、啊，我就会说：你这个宅男没出息，赶快给我去工作啊！你不要想着拿我的钱，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来买法拉利，不会留给你的哈。然后呢，要这样来。那你的儿子要说我的人生理想是做个流浪汉，那就像前一阵网上围观的那个什么一个国学大师，他不是也想去买房子了吗？说红了以后说要买房子了，社会一关注他是就是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就是你的该怎么样活着哈，到底是你自个儿选的。 还是你身不由己的。我家里菲佣，前面一个菲佣在我家干了8年，然后离开的时候，哭啊，抱着哭哈，哭了好久，抱了好久。然后呢，就说之后呢，他就哭完就很高兴了，拜拜啦，老板，我回去我家住了多少平米啊？住了这我家500平米，还有个花园什么。我还见过回去盖泳池的。对呀、啊，他说你就继续享受你这50平米。你不是说中国孩子延迟满足能力低吗？真有这延迟满足能力强的。嗯，我苦干10年，苦干5年，我为了攒一笔钱。 那么，但是这5年之内，我可能就996啊，甚至81168呀，对吧？你刚才还问这个对，你刚才还问说他们人有没有这个自由选择？其实我现在看到还有一种，就是年轻人很自由，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真自由是伪自由。就是我碰到好多，就是现在大学毕业他不找工作的，他干就是那种就是 part time 做，或者跟你做一个项目，跟他做一个项目，他们斜杠青年，对他们越来越多，还不仅仅是那样，他可能什么都干，不一定他有这个斜杠的专长，他就什么都干，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坐在办公室里跟你就是我全部卖给你这么一个工作，他觉得这样我可以掌握时间，但这样其实有时候他更累。 可能他坐在这个泳池旁边，他还在拿电脑给你干活，他玩不了，就工作生活更分不清了。还有一种在中国的农村，我听说还有一种人，或者是他们在就是刚刚到这个城市里面，有种工作叫水猫，就是说他今天他什么都能干，今天给你干那个泥瓦匠，明天给你当个群众演员，再或者这些人也不找工作，他干完一天工作，他有一天的钱就去买酒喝，然后或者他有一天的这个就是这个享受，他们觉得现在的。 就是现代社会可以支持你说，我不需要跟你有一份长久的这个合约，我可以活下来。那我为什么不活得不那么紧张？但这个呢，这个其实不只是中国这样，世界到处都有这种所谓的零散的工作的状态，或者临时合约下面工作状态。这个状态是两面的。我觉得一方面你可以说，我好像让这个员工我活得很恢复自我了，比如说我很自由啊。 我不帮任何一家公司打工，我爱干的事就干，不爱干的事不爱干，而且我能干很多样不同的东西，哪怕有时候这个工作可能钱少一点，让我掌握时间很快乐。这种东西要是多了的话，它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公司本身也在改变。今天越来越多公司喜欢聘请临时工。你想想看，聘临时工好处有多少？假如我们公司把全部员工都换成临时工，首先你那个所有的保险啊、社会保险这些整个成本就降下去，就等于香港那种公积金降下去，等于现在大学不就特别多临时约的这种讲师教授吗？那所以你整个人力成本更压低，然后呢，你没有任何契约绑定关系就更好了。比如说我今天看你这个员工不错，我请你，后天觉得不行了，说不跟你续就不跟你续，我没有任何义务跟责任。因此呢，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面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自由自在了，另一面是对资本家来讲，他也自由自在了。嗯，他更可以不负责了，没义务，没错。啊、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对员工更好呢？那里面还是有个市场的问题啦，供求的问题。当你好像只要我把你除掉，要再找人我找得到啊，这种状况下，对于资本家才好嘛。不然的话，你不愿意合约绑定你。对啊，不然我用以前的80年代，在之前的日本、韩国长约终身聘用哈。啊，对啊，我还需要里面除了说里面的劳动力的供求问题，还有一个我刚一直强调的价值观啊，忠诚啊，我需要你的忠诚，我需要你的荣誉感。除了因为我相信忠诚对我们做的事业有帮助以外呢，本身那个老板也享受忠诚的感觉，而不是永远我手下都是雇佣兵哈，我的马家军、窦家军、什么周家军哈。那有那个我自己人那种荣誉感，里面具体的制度剥削市场有，可是价值观、忠诚、荣誉感也有。那这个你比如说要叫我想啊，你们觉得这样的是个好坏？就是说，工作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快乐，那我是个觉得是个劳役，但是呢，我也不是遗产继承人，我如果不做，对吧？我维持不了生活，所以呢，我要做。那我要做呢？我早年间老喜欢听香港人说打工仔，我挺认同这个的，就甭给我讲什么理想，打工仔我一样比你干活不含糊，因为我识人之路，忠人之事，对吧？拿了人的钱，对得起人家的收入，不说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活儿就得干到位，对吧？那么我甚至为了做一个活儿，我无限投入，但是无限投入我发现挣得太少了，或者说我身体不行了。你看前些年我的选择就是我不干了，我不能做，甚至有时候公司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么认真，谁让你每个星期熬2天夜的？但是我说，哎，对不起，哥们靠这吃饭的，我要听了你的话，有些时候是公司允许你粗制滥造，你知道吗？哎，我说我要听了你的话，粗制滥造，我吃亏，长远来说我这个饭碗我吃亏，所以呢，我宁愿不做。那你说像我这种怎么样呢？就等于打工仔哲学嘛，就是咱们讲这个专业，就是你要对得起你的工作，对得起你的收入，然后你要觉得不行，那么其实选择很冷静啊，不行就撤呗，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就是一个生存选择吗？你这种状态根本不属于我理解的打工仔的状态，因为在香港打工仔的意思啊，除了有个没有太高的收入以外哈，其实也不是强调他的专业，刚相反，我教你一句粤语啊，叫做什么？乜都唔知，人工照知。哦，这个叫打工仔啊，这叫打工仔精神。乜都唔知，什么都不知道。就薪水人工嘛，人工照支啊，收支嘛，收入嘛哈，乜都唔知，人工照支。那这种打工仔是我的偶像。这种就是打工仔，可是像你那种啊，拍出来的影像每一格要给他啊修订 PS 等等哈，那这种叫专业，你追求你的专业，我觉得也甚至不仅是那个说什么长远来说对你好，是你自己。不甘心啊！你不这样做，这么做就不舒服，睡不着啊！像我写作，你怎么写，我到这个地步我都能卖的啊，我都红的哈！谢谢你刚才提我小说哈，可是没说名字。龙头凤尾第二部，放心，他时间了，我们看一下，放心，大家多关注，放心，他会剪掉的，二维码出来扫。那个，所以说，可是我睡不着啊，我不把那一句话突然想起要重新改。所以是专业，不是打工仔。那老板多想要这样的员工呢？那问一下老板，这样的人都当老板了，好不好？我们最喜欢这样的。你给多少呢？那你说多少嘛？因为真的这种专业态度，我觉得是另一回事了，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另一个境界。因为真的有人就是，这种专业不一定是有所谓高尚专业啊。就哪怕我真的见过有那种替人做装修的，有一些替人做装修的，我以前认识过这么一个装修师傅，他自己有小公司，他赚不了大钱，他会做到什么地步？那简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人家请他干这个事情的人给了这些钱，就跟他说，用什么？他一开始先报好，用这些材料怎么样可以，没问题。他做着做着发现这个材料原来退步了，他原来定那个材料不如以前他们用的那个那么好了，就同一个厂牌。材料不行了，他怎么办？他再买更好的。但是问题是买更好的回来做，人家没这个预算给他啊，没关系，说只有这样的才能做到你那个要求，那才能叫做得好。然后所以他就他们公司没怎么赚钱，他老这么干，但他就是你觉得他真的热爱装修，你知道，他就真的觉得是那个东西不平不齐，他就不舒服。哎，我欣赏这样的人，这真有这种的，他讲究。但是你觉得这个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不是一种很奢侈的？但是这个不就是今天一天到晚也在讲什么匠人精神吗？是不是？不是，我的名言是，就不是你甭给我讲什么老板你的理想、你的情怀，我不需要听那个。雇佣军打仗也玩命啊，对啊，对吗？问题是你拿什么价格雇我呀？是这个问题啊。但是当然人也没有嫌自己挣钱多的呀。没有，就算你这样想嘛，文涛，就算他用高价雇你，你也是可以不做到那么完美啊，不像你说追求的影像，不像文道说他朋友这个可以啊，可以不这样做的哈，还是收很多钱。所以呢，我说不用太替年轻人去想，当他们有一天找到自己真的热爱那个事情，他自己就会这样做了，就会像你那老板这样，他不甘心啊，睡不着啊，他就像打游戏一样啊，就一定要打到他自己的通关啊，他的目标啦，他的高度，他的理想。问题这样，你倒过来看呢，假如他斤斤计较在于说那个工作的状态等等了，其实他真的还没找到他的热情燃烧点，找不到他的支点，也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的。对啊，就是我完全能够理解甚至认同，就是工作就是苦役。那么有的人一辈子他就是大部分时间在工作，然后呢希望换得一点业余时间的人生快乐，这是很多人的生活选择啊。热爱的事儿太奢侈了吧。就是这种工作形式现在越来越少了。其实现在整个经济的状态都在变化。你刚刚说雇佣军也给你玩命，我后来想了一想，你如果说的是像在瑞士那种那个雇佣军，他玩命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太穷了，他能去沙场上，就是爸爸能跟儿子打，就是各为其主，那是因为那时候太穷了，他没有选择的时候可以。